嗨，我是 Spyro。今天2月7号 ，CS2 迎来了军备竞赛更新。这不是大家之前够就在玩的模式吗？不过我认为此次更新的重点不在这个上面，反而是以下的几项更新，让我说给大家听吧。现在可以自由贴枪身的任何地方了，并且可以贴超过4张，还可以旋转贴。我只能说，之前的贴纸全白费了难过，希望 CS2 官方给大家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。新的箱子来啦，这次带来的各种新枪，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 AK47。白色与深蓝色的枪身搭配和金色镶边，给我感觉好像有种钢弹配色的感觉，不知道大家喜欢的是哪一把呢？下方留言分享一下吧。然后我就把它打开了。
这里一边跑图看新刀的光泽与新刀的动作，给各位先了解一下呗。现在的电击枪终于不会射一发后就丢掉了，使用过后只要再等待30秒的 CD 时间即可再次电击，相信老幼应该只会越来越多了吧。然后我相信不用多久，手雷、闪火、烟雾一定也会出造型，搞不好连 C4 都会出，不知道各位怎么想呢？欢迎下方讨论一下，发表意见哦。伏击贴纸转弹，经济指标贴纸，只要我抽到，我保证出枪都靠它了。还有最后的这个老派贴纸，看起来也很好玩。1.6 的 AK47 超怀旧的，各位说对吧？其他更新细项我会放在下方说明栏，有兴趣的朋友再点进去看看吧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啦。好，就到这咯，我是 Spyro， 下次见咯，拜。哦，有有，军备竞赛就让你应该算是熟悉枪吧。啊！被抓到！啊干！我干！
那不是巨友吗？我怎么那么快？啊！啊！没有靠到他，干！下几点啊？啊干！靠北，干靠不到人啊，鸡掰嘞！哇，被刀了！哇，又被刀了！这地图啊，就是以前就有的图。暖场，暖场！哎哎，正皮耶，这个人！哦，被狙了！啊！为什么无法与伺服器连接？那呢？这就是要狗别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这样退出来。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那再连回来看看。好像连不回去耶。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完了，那边拍片只有我一个人拍。
我靠，用穿的是怎样？我就知道上面站你，每次他妈上面都给我炸你，这样无邪对吧？每次都站这里。军备竞赛了，那我遇到不会用枪，对啊，他就是一直给你一堆枪，然后去打而已。打赢喽！GC Skin 一款真正可以获得 CSGO 免费皮肤的 APP 上线啦！输入 Spiral 立即获得金币，和 Spiral 一起欧起来，开箱抽枪吧！